诶，各位，三口气，大马篇，咦，马来西亚啊，咩叫做无力还天啊？同埋咧就系、是、啊，安华同埋呢个林氏父子造就呢个乌统，以救世主啊，姿态回朝。真係夠曬荒唐同埋諷刺，唉，無力還天。嗱，我啲高人睇到啦，都好難救啊，係嘛？上一輯我講啦，希明啊，唯一新路就要揾老馬，老馬做咩？召回以前嘅土團啊嘛，同埋咧瓦解烏統。叫阿之文翻翻嚟自己希明嗰度，但系先决条件，你安华就唔能够做首相啦，系咪？忍忍先啦。咁而家公认啊，大家都睇到啦，唔使望闻问切。喂，老马健康啊，下降系嘛？我喺呢度咧，我要睇一睇啦。我最近睇到咧就系郭素心啊。我心儀的議員女議員，本來喺度想啊，睇到啲咁嘅政局，個大馬咁嘅政局，希明淪落到咁嘅地位，又一次錯失良機啦，就想 F 彈出嚟噶啦，用我呢個霹靂手段，但係我菩薩心腸啊嘛，我睇到咧就係、是、郭素心好似咧。講嘢個嘴有少少歪喎，呢啲係中風嘅現象啦。呢啲我係喺個視頻嗰度睇到噶，希望唔係啦。即係人有幾多個青春啊？係咪啊？唉，郭素心喺呢個馬來西亞嘅政壇咧打滾咗好耐噶啦，係咪？都好希望回潮噶啦。呢、這個今次嘅機會亦都好大機會回潮嘅，啊！唉。首先咧就係講講咧就係、是，岔開少少咧講講呢個啊美國拜登啊喺呢個阿富汗嘅撤退咧、啊，最啊得益嘅喺背後睇到嘅話咧就係、是、中國，以拜登啊以美國科技嘅情報啊。啊！嘅收集啊，同埋呢個軍事嘅判斷喺呢度啊，可以咁講咧，係有所咧就係過失。如果你喺阿富汗，喂，駐扎咗20年嘅美軍，啊，仲有好多人咧，阿富汗啊，啊，有啲就係、是。很多就是幫美國在當地做情報的人收集到這麼差都估計不到開始撤退不夠一個星期就被這個塔利班就是回潮最大的得益就是中共和普京他們看到就是現在就是拜登是4年一任，民主黨好難連任。咁喺呢段日子裏邊，仲飛禽大咬咩？嚇！仲有一點咧，就係、是、台灣都要警惕啦。點解啊？呢個美國撤退到咁慌亂，情報失準係咪？軍事嚇嘅戰略判斷錯誤，睇唔到。塔利班咁快啊，即可以回潮咧！啊，呢點咧就係連帶有啲人睇到嚇，哇！塔利班嗰度阿富汗20年啊，都要咁樣啊，倉皇辭退啊，
喂，咁你點對中共啊？唉，又係我哋呢啲諗下啫嚇。咁啊，美國咁多人才，唔使我哋提意見。不過馬來西亞咧，唉，尤其係華人嘅政黨行動黨，真係睇到嘅就係、是。政治智慧低 B 啊？咩叫低 B 啊？啊，睇睇啊，先講啦，就係短短歷史啦嚇。2020年2月，喜來登竟然用口水啊就可以政變，我未見過。我時咁講啊，10萬零吉都唔使啊，烏桶就回朝又夾啊！你話冇油丁啦，係咪啊？喺個時候啊。希明仲吸收唔到教訓，啊，咁我講啦，安華就優柔寡斷，嚇，仲未學到啊，阿老狐狸，啊，驕雄嘅極品，馬哈迪，佢師傅嚟噶，安華師傅，喺嗰度，2020年2月政變，你睇下，又支持老馬，又唔支持老馬，最後又支持老馬。人哋冇油丁已經入咗宮，夠曬票。好啦，今次咧，你睇得安華，又話自己夠票，以臨時副主嘅行動黨去陪葬。唉，我未見過咧，真係華人政治智慧係低劣啊！你睇有個好軍師係咪？潘建偉、Tony Paul。Tony Paul 打高爾夫打唔過我，不過佢咧有啲政治智慧嚇。慕尤丁咧嚇，未斷一口氣嘅時候啊，就準備咧同希明咧就係講和，係嘛？列出出個條件啊，例如啊18歲啊可以投票啊，係咪啊？每個啊任何一個部長啊都。啊，同一薪水啊，唔係部長啊，議員啊，啊，各位議員 YB 啊，無分敵我在野都同一津貼啊，咁啊，仲有好多咧，就係需要咧，就係國會2/3票，即係咧有啲咧就係應承嘅條件未必做得到，但係有一點啊，可以即刻咪希文。希文可以即刻回朝啊嘛，唉，潘建偉咧個提議啊合理嘅，你即刻可以回朝希文係嘛？胡同你退出啊嘛係嘛？所以慕尤丁就找希明啊私下談判啊嘛，要即刻回朝你安華咪低聲下氣啲做一做。副首相或者高級部長咯，有扮嘢呀！佢俾啊，仲加50000俾我，零吉想賄賂我，你都黐嘅啊！想用粗口啦，不過要尊重下我心儀嘅女員啊！人哋個個係有料嘅，楊美瑩係嘛？張念群、郭素心呢啲係嘛？做得嘢啊嘛，所以咧戒一戒粗口先。安華呢個笨蛋啊！你講咩啫？你都捐出嚟啫嘛，人哋俾多錢你，咩賄賂啫？喺你咁嘅天真，唉！臨時副主咧，啊，非安華啊做首相咧，就拒絕支持第二個，啊而家大鑊，仲引出咗呢個沙巴之父沙菲益。我不知道為什麼沙菲益自己有把握、啊、可能這些、啊、烏桶背後挑撥離間等你兩虎相爭嘛，你兩個妥協大家互相背後拉票時間到了、啊、聞說、啊、安華和個沙菲妥協緊沙菲都、啊、沙巴只會妥協、欸啊、沙菲就說你不夠票安華嘛那就我來了、啊、我們同上兩個希明可以做首相的人選，你都黐嘅，
我懷疑啊，呢啲烏統喺背後挑撥啊！沙菲你得噶，出嚟爭啦！沙菲點會輪到佢啊？呢、這個時勢，西馬根本戰士東馬嘅，你睇點樣唔發展呢個沙拉越、沙沃同埋沙巴就知啦。喺呢個時勢裏邊，點會輪到你沙菲益啊？沙菲雖然得到老馬支持，但係你計票啊，兩個都唔到岸。所以呢，希望有一次錯失良機，長期在野啦，係嘛？嗱，我一早判斷啦，係咪？冇人 care 疫情噶呢啲咁嘅政客，亦都知道邊個上台啦，冒油丁證明咗無能啦，咁下個上台咧，當然係烏統啦，而家係嘛最大機會嘅，係咪啊？喂，邊個上台？我上輯講過啦，都好難救呢個疫情。唯一老馬上台，利用呢個地緣政治職位，利用呢個地緣啊呢個政治地位嘅重要咧，同美國講數。美國疫苗咧即刻會嚟，老馬係嘛？咁你喂烏統班友？你睇睇人哋，你喂嗰啲計仔啊，同埋嗰啲不擇手段啊！先假妥協有冇油？冇油丁咧就委派呢個沙俾你做副首相，犧牲冇丁做高級部長坐咗位啦，又副首相係自己人啦，即刻點啊？拔走自己嘅人員。扯自己有走，剩下沙比利留喺度。沙比利一聽到慕尤丁落台，急急去，喂，籌組佢票數大家知啊，係嘛？222，但係有兩位啦，就過咗世，未補選，即係220，111就掂啦。簡單多數啊嘛，係咪？你睇睇人哋嗰啲烏統啊，留一個副首相沙比利，沙比利喺度先，係嘛？跟住咧，拔走曬所有人，跟住倒台倒冇油丁，跟住班師回朝，而家民選支持沙比利，夠票噶。如果烏統埋去夠票噶，計過話有115啊嘛，你睇睇人哋嗰啲，喂啲印尼仔嘅智慧，阿莫扎希同埋呢個納吉嘅智慧，贏曬你華人啦、所以最近我都冇乜心情啊去講呢個馬來西亞，我三口氣都只有新加坡好少少台灣可以喜來登2月被烏統夾埋呢個慕尤丁起咗尾柱，跟住咧烏統報告拉咗慕尤丁下台，跟住班師回朝，邊個幫佢哋啊？安華和林氏父子咯，你唯一啊能夠回去的時候，當然潘建偉啊同呢個慕尤丁講妥咗，如果嗰次回朝咧，回朝嘅咧係好大機會，係咪？嗱，而家又拒絕咗啦。咁跟住咧，為你自己喺度計票，你冇利用老馬，喂突破佢以前班土團，重召佢哋土團翻嚟，重召阿茲文。然後咧就係、禁住烏統，禁住 GPS 同埋結合民興，即係你哋咧以前嘅希盟回潮，夠票噶，唔使烏統都夠票噶，即係好似2018希盟啫嘛，贏啫嘛，只有喂老馬先係重召土團翻嚟啊嘛，安華。林氏父子
上一輯已經講咗噶啦，你做唔到嘅話，邊度有奇蹟㗎？啊，邊有奇蹟啊？潘建偉咯，睇到呢點啊，除非有奇蹟出現啦，先至可以阻止烏統回撤。呢個叻仔嚟噶，雖然佢哥父打唔過我啦嚇。咁而家嗱發展到啊，大馬今日嘅政局咧好簡單，咁上次都好簡單，一直好簡單，你計票啫嘛，係嘛？啊，我已經提過啦，呢啲政客嚇，喂，大家知道噶啦，呢個疫情我上嚟新上嚟，或者舊人都冇得救啦，冇得救嘅意思咧，我變咗咁，即係冇辦法改善，即刻去改善。上輯又講，喂，咪大家嚟奪權咯。咁你冇老馬瓦解到瓦解個毛統同埋重召土團，你點會夠票啊？安華、沙菲爾、林氏父子，你咁嘅笨蛋，會唔會有奇蹟啊？啊，上天啊 ，sorry 喎，上天唔會俾奇蹟嗰啲笨蛋嘅，記住嗰啲説話，上天啊唔會眷顧啊嗰啲笨蛋嘅。奇蹟我睇就冇啦，不過政治咧冇百分之一百嘅，啊，而家烏統啊一心一意咧就推呢、這個啊沙比利結合舊土團，即係遠離啊馬哈爹嗰班土團啊，加上阿茲文，加上啊沙沃嘅 GPS 啊，仲有啦回教黨夠票嘅。安華咧，安華咪等死咯。林氏父子誓言要挺呢個安華，咪陪葬咯。啊，唉，喂，你有問過下嗰啲精明嗰啲女生喂，張念群啊、郭素心啊、啊、楊美瑩啊、啊，仲有沙沃嗰啲啊，啊。仲有沙巴劉靜芝啊，公正黨嗰啲，人哋燒耗咗幾多嘅青春喺度打拼，慕尤丁有妥協即刻回朝，你又唔做，而家一再錯失良機。安華，我一早話咗你，首相夢好早已經完咗啦，唔係而家講啦，啊！啊，各位留意我啦，係咪有實力嘅？係咪公平客觀、客觀權威？喂，邊個啊？2018我哋合作過係咪？一二三票入主報成嘅啊！大選前啊，我推斷嘅希文贏啊嘛，一二三票就係半啦。我講嘢要聽啊，唔聽多數撲街嘅，你睇睇啊！我分析台灣政局啊，韓國瑜啊。今次撲唔撲街啊？用呢句説話都冇意義啦！唉，即係講埋呢啲啊唔好聽嘅責備言語咧，都救唔到呢個政局。咁扮高深咧，向你提意見，千里之外咧，幫你掌握嘅政局。你聽唔到嘅，因為你自以為高啊嘛，但係你着錯，證明咗笨蛋啊、林氏父子啊、啊陸兆福啊、大口敏啊、安華嗰啲，上天唔會有奇蹟啊，俾笨蛋嘅。啊，好啦，今日到此為止。如果局勢好明朗啦，啊林氏父子、安華啲大笨蛋造就。烏統啊，以救世主回朝咯，誒係我哋先可以救到呢個時局噶啦，可以控制住呢個疫情啊，係嘛？恢復呢個經濟啊，做唔做到啊？哇！立刻就係燒到雲啦，真係啲法庭幫又逃過啦，又逃過起訴，起碼真係回朝嘅話咧，
起碼就係點啊？會解決咗納吉同埋啊阿末扎希嘅官司，重要嘅官司講得掂嘅。喂，睇睇沙巴穆沙曼啊，啊啊，以前沙巴嘅首長啊嘛，首席部長啊嘛，啊，喂，48条貪污罪啊，同埋貪俗啊。到國明同烏統上朝嘅時候，2022年政變喜來登政變嘅時候，口水政變，穆沙曼有冇罪啊？48条罪啊，世界紀錄啊，一條罪都冇。唉，多謝咯，多謝安華同埋咧林氏父子咯，造就烏統以救世主啊！會長，仲有一點啊，提你林冠英，陸兆福大口問。下一屆15屆啊，你唔使選啊！你班友唔識我意思咧，即係唔使選啊！啊，入中央啊，會攞到政權啊！你唔使望啊！你睇睇烏統啊，造就啊，沙布利啊，哇！呢條友係哇極端回教主義者，歧視華商，歧視華人。你一班友林冠英啊！竟然啊啊造就人哋回朝，俾呢條友啊做，雖然係過渡首相啊嘛，過渡首相背後嘅納吉啊控制住啦，係嘛？阿末扎希啦啊，除咗呢兩條友啊嘅重罪減輕之外，仲有人哋啊即刻部署資源同埋人員啊，準備第15屆大選咧，邊有機會啊你？回朝啊，林氏父子安華，你班大笨蛋，喂，忍唔住想用 F 蛋噶啦，哎，唉，忍一忍，忍一忍啊，為咗啲啊咁賢能嘅女生啊，以前嘅部長楊美瑩啊，郭蘇森啊，張連文一忍，好啦，今日到此為止。總結就係安華一再錯失良機，臨時扶持笨蛋造就烏統以救世主回朝，歷史會記你一刻的。記住，上天啊唔會眷顧笨蛋，奇蹟應該就冇啦。烏統。納吉、阿末扎希，好嘢啊！唔係好嘢，華人政治智慧太低啫。劉振東，你的軍需喺邊啊？啊，不過有佢都冇用啊，有潘建偉咁高，度到條橋，度到條橋，唉，準備同你個冒油丁妥協嘅，都俾人鬧到撲，係喎，真係鬧到撲街。好了各位，唉，冇咩好講，都要講，無力還田，都希望個天開眼，但係點會轉眷顧啲笨蛋啊？再見啦，烏統竟然再可以回朝。